这一题。他说量体温的时候，人把热量呢传给温度计啊，它的原因什么？哦，它的原因最主要是热力学地零定律。地零定律它是怎么讲？就是所谓的热平衡定律。热平衡定律是说哈，这个呢两个物系哈，那温度高的哈会把热量传给温度低的，啊最后呢两个温度大一样，那这种呢现象我们叫热力学地零定律。哦，是把温度高的传给温度低的，那人能够把热量传给温度计的话，代表人的温度比这个温度计的热量要高，哦，所以它的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低，人体的温度呢比温度计高了，哦，就人体的温度较高，所以答案选 D。